我们邀请到我们的在台港人富汤哦，长期参与民族运动的在台港人富汤来为我们发言。Hello， 台湾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好，我是香港的马术中前线的其中一位。我在马术中之后，我来到台湾。你说吧。我今天想先跟大家说明一下，我今天来到这边，我不是因为某一个政党，去要求我来到这边，而且反送中之后，也不是某一个政党邀请我来到台湾这边。我来到台湾这边是因为我向往那个民主自由的国家，所以我就选择台湾，我来到这边，我向往这里的民主。全民的自由，所以我选择了台湾这边。然后我今天来到这边也是一样，不是因为某一个政党去叫我来到这边，而是哪里有公益的事情，哪里就会有人们站出来。没错，我来了。因为有公益的事情，我们就站在这边。超棒的！你们才叫棒的！你们今天在要上班的时候，还有这么多人在这边，让我看见很感动。我在香港的时候，我们要上班上课的时候，通常都只有很小的人在路边去等大家下班才有人来支援我们，所以你们真的是超棒的。我来台湾只有三年，我没有很多台湾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，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香港的事情。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，我在2018年的时候，我们还没有反送中运动，那个时候我们的香港民族排名是78位，在世界是很前面的。但是到反送中运动之后，我们就只有139位，倒数全球的41名。然后那个时候我想街头很多人都会问我，民主可以当饭吃吗？民主可以当饭吃吗？那个时候我没有办法回答他们，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街头，有时候可以去，有时候不可以去，我都已经过去。大家看一下香港现在的情况，香港的经济民主排名位居头名，然后很多移民，那我就知道民主不可以当饭吃，但是没有民主，你就没有饭可以吃。我想讲的是，香港其实有几年，短短几年，就已经变成是这样子。它的开局是什么？它的开局也是我们的法规，我们的立法会通过了很多不公平的条案，将我们泛民的议员 DQ， 然后通过国安法全部的通过国安法，然后全部的通过了23条，就将香港差不多100年的努力。所以今天你们在这边，你们很重要，因为如果这一边开启，所以今天你们在这边，你们很重要，因为如果这一边开启风化掉的说话，被拖垮掉。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在一起，希望可以保护台湾这一边的民主自由，让台湾继续在国际发光发亮。让大家可以看见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是可以反省起来的。现在我邀请大家跟我喊一个香港的口号。我记得在2019年的时候，虽然我不能够代表所有香港人，但是我记得在2019年反送中的时候，台湾人。
他们在我们在哪个时候记起我们，所以我们就将我们的口号在光复时代，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改加了一个英文，就是 Fight for Freedom, Stand with Hong Kong。今天我站在这边，我希望 Fight for Freedom, Stand with Taiwan。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叫 Fight for Freedom, Stand with Taiwan, Fight for Freedom, Stand with Taiwan。谢谢大家，大家加油。扎西迪勒，大家好，我就是在流亡出生的一个藏人，我就是受难者。中共控制西藏之后，达赖喇嘛专者跟八万个藏人流亡到印度，我在印度出生的。我已经来台湾20多年，我有看到台湾的民主发展。所以现在，现代的台湾的责任，长辈贡献自己的生命。台湾长辈有自反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，外来台湾独立，外来台湾言论自由。今天，现代的台湾人要继续保留，这个是我们最大的责任。不然呢？直到1959的时候。达赖喇嘛跟八万个藏人流亡中，后来中国女人士流亡中，现在很多香港的年轻人流亡中，所以今天20、30年之前，我想不到在台湾我可能会成立一个西藏组织。现在在台湾有西藏独立协会。西藏藏青会、妇女会，还有西藏台湾人权连线，这些组织在这个国家、这个土地上，因为台湾的长辈贡献的，给我们这个机会。今天，中共体下的苦难中的所有的人，跑在这个国家，我们在抗战中共。那现在，应该我们的时间。大家一起站出来！我常常跟台湾的年轻人有提过，如果说在以后台湾任何的谈判的时候，要记得西藏1951的时候，中共强迫的西藏政府要签17条协议，17条协议里面内容写得非常好。但是不到10年，达赖喇嘛专者跟八万个藏人流亡，还有一国两制，你们可以看到香港。提到一国两制，不到20多年，已经香港变了流亡。所以，我特别要提醒台湾的年轻人，应该要好好想长辈。这个土地，为了这个土地，我都有辛苦过，所以现在我们的责任，大家加油！加油！那我这边有写一个章文，那个章文上面也是有提到说，没有讨论就是不是民主，这个是我章文上面写，西藏的文字上面有写的，
那本身我们要面对这些没有那么简单，但是永远不能放弃，大家一起加油，一定会达到我们的目的。台湾加油！加油！台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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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谢谢，谢谢。